龙青平遮宝仪行荣经含音马，随风回荡曲马嘞，偷情。朕绕过画屏来静听琴音，好琴音啊！参见陛下，爱妃轻神。
原来妃子在此负你，则是此曲只因天上有，令人气所神清啊！陛下见笑了，换羽而攻。霓裳羽衣曲，妃子你道如何啊？好啊，陛下。妃子呀、啊，点？不过咁噃、啊，点嗱、啊？仙如为双调，是煞星。乃亡国之音啊！陛下所言差矣。哦，是否国调为妾用？音少轻啊！想朕精通音律，岂不知妃子用的是国调呢？方才朕乃是戏言，即是音少轻王，音少轻王啊！报参见主上。何事？启奏主上，安禄山谋反杨国忠都竟已被陆军所杀，请主上权速行事。吓，圣上被杀，人来在，快快传令诸侯百官，即时随驾行速。李明，且压悲伤，快随孤上联家也罢。
小年大人。陛下，这女是何所在呀？
爱妃，你见否杂草丛中有马蹄波三字啊？马蹄波，相传冤气颇重，难道就是此地？本应风四起呀、啊！妃子说话小心，雨季吉祥啊！受够命，愿
蒙古。Thank you.
废纸，废纸，废纸。哎呀，玉华！长地教有善